老公，快起来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下班去了。我叫顾丽，我和老公阿林两个人从和田玉田县到这里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学习江汉技和接吻技术。差不多，我们走了。好吧。我们在这边生活挺多事做，三个每天早上起来吃过饭就准备去上班，来换衣服。其实也可以说去学技术。我在厂里主要负责接吻机的操作，刚来一期间我被它吓掉了，根本没想过我能操作它。等经过我师傅的教导，我发现挺简单的。师傅还同时将阿里木点焊。你看他熟练的操作，经常能收到领导的表扬。老公，下午陪我学车吗？好，没问题。阿里木会开车，他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羡慕。当他知道我想学车以后，用他的工资给我报名学车。每星期我们都去逛街，七点好吃的买新衣服，这日子过得特别开心。好。